五呢是55升的油箱，而且只要加92号燃油就可以了。然后车尾采用了双边四出的排气，然后呢底部是有一个超大的扩散器的设计。就问你啊，威不威风啊？我觉得呢还是有一点点浮夸了，对吧？你看大家也都是装饰性的排气啊，那边嘛是双边双出，这边双边四出，然后下面有个扩散器，整个车尾这个是有一点点的浮夸。而且你这个后窗面积啊是不如探哥的，对吧？所以你后视镜的视野范围应该没我好吧。但是我有流媒体后视镜啊，视野应该更加的宽广，而且我有电动后备箱，这你好像没有吧。既然外观的 PK 你全盘皆输，那不如去内饰比划一下咯。可以啊。哎，你们看见我探哥车钥匙了没？坐进探哥的内饰呢，对吧？它这个氛围呢，就不像是2020年的最新设计。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德味吧。用料实在是不能说高级，你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全部都是硬塑料啊！注意啊，是硬塑料，没有软的糖塑的。那仪表台这一块呢，也就是 dashboard 的上方，硬塑料。腿能碰到的中控台区域，硬塑料。那这一块亮亮的呢，可能是一块相对好看的硬塑料。那更离谱的是 A 柱上啊，也是光秃秃的一个硬塑料。门把手满满的塑料感，所以整台车的内饰氛围只要三个字就能形容了，硬塑料。方向盘是一个3幅的方向盘，我觉得设计没有问题。然后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握把粗细呢有点细，就我在握在39点的时候感觉手是握不满，因为实在是太细了，可能小姑娘的手会合适一点。那中控屏这是最精彩的地方了啊，所以中控屏非常的复古，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用的那一款诺基亚8800，黑底白色的显示。显示的豆腐块有多大呢？那就是这么大。如果是高配呢，就会换成一颗10英寸的液晶屏，那这一款就是很复古，很复古。然后这台车呢也没有自动空调，全部是手动调节的。然后下面有一个 USB 的接口，大概是前排区域哈，最能显示科技感的配置。然后我们聊这个车的座椅，其实织布的座椅啊，我个人是很喜欢的，但它这个织布座椅加翻毛皮的设置呢，观感上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侧面的支撑是有点欠缺的，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比较高的速度去过弯，我感觉到侧面的支撑啊是不太充足的。第二个，我觉得头枕的材质非常非常的硬，虽然平时可能你靠不到头枕，对吧，但是你一旦放松的时候靠到头枕上，就会感觉后面很硬，和它整个车厢的氛围一样，通通都是硬。再者呢，我们来聊它的储物空间。储物空间其实前排在排档杆前面有一个很深的凹槽，但你也知道设置在排档杆前面的取放都不是很方便。那中央扶手可以调节它的高度，也可以前后去拉动，那开车的时候手扶着还是蛮不错的，对吧，这也是大众一贯的特色。但你发现没有，下面这一块是杯架，你要开车的时候去取放饮料就很不顺手，是不是？那放在前排可能好一点，那后面这一杯呢就很难拿出来。所以整个的内饰我觉得探哥啊还是缺乏一点点诚意，因为在今天的眼光来看，年轻人是很难接受这种满满硬塑料的内饰氛围。 OK， 现在我们来感受一下探哥的后排它的舒适度怎么样。那探哥和 VV5 一样的轴距都是2680，那前排是我舒适的坐姿啊，我身高是1.76米，我觉得腿部空间在这个级别来讲足够，然后头部呢也比较宽敞，并没有不适的感觉。那主要的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座椅的舒适度还是有待提升的。首先呢，我觉得填充没有问题，然后坐上去也挺软的，但是腿部的支撑呢稍微欠缺一点，而且最主要的是靠背的角度太直了。这台车就我的靠背基本上是挺直的一个坐姿，那在长途驾驶的时候，后排的舒适度会受一些影响。那后排的头枕呢倒是比前排的头枕还要软一点，这点挺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中央地台是比较高的，那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顶配的探哥有四驱的布局。然后你看这样窄的一个中间的位置，再加一个高的地台，中间是不可能坐得舒服。那整体的后排呢就是这样子。
VV5 的内饰用料包括豪华氛围，我觉得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然后你手能摸到的地方都是软的，然后三个金属的空调出风口，然后空调呢也是自动空调，所有香槟金色的饰板点缀，我觉得内饰的设计是很符合年轻人的口味的。全液晶的仪表盘能够实时显示高德地图导航的信息，这一点跟奥迪很像。然后中控屏呢是12.3英寸的，边框是很窄的，然后分辨率跟反馈速度都是不错的，而且是有360全景影像的，支持 CarPlay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它的语音识别呢也非常的准确。小 V， 在，我有点冷。好的，已调整温度设置。有的时候这台车真的是比男朋友还要贴心呢。VV5 呢是皮质的座椅，整体的坐上去的感觉呢是非常的柔软的，特别是它的侧向支撑是真的很不错。随后配置6项电动调节带座椅加热，整体的舒适度上来说啊很棒。真皮的方向盘带拨片，手感呢是非常的一流的。它的功能按键啊的确是有点多，刚上手的话可能是需要熟悉一下。随后啊电子排档杆很显档次，我非常喜欢。但是这台车的储物空间嘛的确是有一点少，除了上面的杯架和下面的这一块区域之外呢就没有更多放东西的地方了。所以呢 VV5 整个内饰的设计我觉得是很对像我这样年轻人的口味的。那聊完了前排，我们去后排再看一下吧。然后腿部空间我觉得还不错，2.5拳左右。然后头部空间啊是限于溜背造型的设计，所以说稍微的有一点偏小一点，但是啊好在全景天幕的尺寸呢是够大的，那阳光照射进来也是比较的充分。椅背的角度觉得略微的有一点陡直，那乘坐长时间的乘坐可能没有那么的舒适。还有一点要重点表扬的就是它的一个地台啊是纯平的，那这样坐在中间那个小伙伴呢腿部呢就会比较舒服一点。那 VV5 作为一台紧凑型的 SUV， 我觉得后排的舒适度呢还是可以的。很多人觉得啊自主品牌呢就是外观内饰设计漂亮配置高，但是开起来呢始终是不如合资品牌的，所以我们这一周呢就详细的试驾了这两台车来寻找它们之间的区别。让我们先来聊一下它的动力总成的匹配。 VV5 呢是一台 1.5T 的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171匹，峰值扭矩是287牛米，这个数据其实是还是挺漂亮的，比探戈 1.4T 呢是要强一些的。而探戈的海外车型 T-Roc 呢其实是有 1.5T 和 2.0T 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汽大众并没有引进高功率的版本。然后变速箱方面呢， VV5 是一台自主研发的七速湿式双离合，而湿式的双离合是由油液去做润滑去做冷却的，所以不用去担心离合器片过热的问题。但是探戈这一台 DQ200 呢是一个干式的双离合，所以说可能在可靠性方面湿式的要更加好一些。而在实际的体验过程中呢，我也能感觉到为品牌的进步，因为这一台 1.5T 的 VV5 比起我3年前开过的那一部 2.0T 啊，在动力总成上的匹配上要成熟许多。不管是起步的时候还是在加减速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呢变速箱的换挡逻辑啊是很合理的，然后换挡的动作呢也很轻柔，基本上是没有顿挫的感觉的。而探戈在起步的时候啊，我有一种感觉，就感觉它的油门踩下去是有迟滞的，就是你刚踩下去要等一等，一二动力响应才会起来，我们在拥堵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低档位频繁切换的时候，还是能明显感觉到是有一点顿挫的。所以在起步这一块呢，我甚至觉得 VV5 的起步反应是要比探戈更快的。整体的动力总成的平顺度方面，我觉得在日常驾驶上啊 VV5 是要强于探戈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在一个中高速域，这时候呢我们深踩脚油亦或是用手动挡去降档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虽然 VV5 有换挡拨片，但是它降档的速度要比探戈略微迟疑一点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 VV5 如果能把它的油门踏板再调的线性细腻一点就更好。然后 VV5 三种驾驶模式分别是运动、正常和这个竞技模式，
而探戈呢是没有驾驶模式的调节的，只有一个 S 档。但是呢，其实这三个驾驶模式对于底盘和转向的变化也不是特别大，但是 VV5 又单独给你设置了一个转向的调节按钮。那按这个按钮之后呢，会有三种模式的调节。那我个人最喜欢的呢，当然就是运动那一档，因为阻尼的感受会变得更加的舒服一些。那两台车的转向体验呢，都不是那一种运动系列的转向体验，车头的响应也不会特别的快，所以还是一个偏向日常驾驶的调教。那 VV5 的底盘呢，会给你一种厚重感，对于路面的震动的隔绝呢，也更加的彻底一点。所以说我们在路况好的时候 ，VV5 的舒适度还是不错的。而探戈呢，其实是有一些路感的反馈，就是说我们在颠簸路段的时候，有一些细碎震动会传到车厢里。但是两台车在过一些路况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连续大坑，或者过了一个连续的减速带，你都能感觉到呢，后悬是有一些多余的动作的。所以说两台车也基本都符合他们的定位，是一个日常驾驶的紧凑型 SUV 的定位，比较偏向舒适的底盘调教。所以经过一周时间的试驾呢，我对于这一台换装了 1.5T 的 VV5 的表现其实是有一些意外的，因为它真的要比我三年前试的那一部啊要成熟了许多，不管是动力总成的匹配上，还是底盘的反馈上，甚至于隔音方面的提升，我觉得都是在进步的。所以如果说你对 VV5 的设计还有它配置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值得到 4S 店去试驾一下。经过一周时间的试驾，我确实能感觉到中国品牌是在进步的。这一部 VV5 1.5T 的智先锋，无论是外观内饰的设计上，还是主动安全配置的提升上，我觉得都更加的符合年轻人首次购车的喜好。而这一部低配探戈呢，内饰和配置都显得落伍了一点，而且干式双离合的可靠性呢，可能也是一个烦恼。而且呢，我发现啊，探戈的低配车型，也就是时尚型，它是没有前后的侧气囊的，这种在被动安全配置上的减配呢，我个人是不太认可的。我觉得啊，大众汽车在安全性上还有提升的空间。因为品牌光环的加持呢，那这一部探戈的定价呢，其实也是要比 VV5 要高一点。所以这一次我站中国品牌。感谢收看本期闲车，我是谭天，我们下期再见。